年兄，今日是你吴家大人，请人小弟一拜。我也有一拜。王年兄，闻得颜色才高一光，又把老颜色抬出手脸一副，你看，遵命。啊，儿郎，李念不要你写一副手脸，你可为写？这、啊，弟弟，如果师兄在，孩儿怎敢放肆啊？俺也要王师兄不必客套，哎，快快请吧。嗯，此次小子先抽了，别莫伺候。是。稳重讨利开方业，家事蓬莱有首先，春秋不老十月长，福德无穷而生也妙。秋衣配婚衣，啊，王年兄，年兄，颜色今年几岁了？小儿今年一十八岁。哦，不知去了哪家千金？尚未婚配。啊，小弟年已半百，只剩一女。今年一十八岁，欲与佩玉琳郎为妻，不知年兄。哎呀，贞观高攀，贞观高攀。是故佳女识佳婿，琳郎品质兼优，年兄不必推敲。那这聘礼，哦，就一次丑脸为聘。可要美证啊！你我一言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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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为定啊！此小弟高攀了啊！儿郎，万不夸赖进步，有误他人。是，拜见有误有误大人。演戏。此次要称亲哥公亲哥母嘞，亲家二位亲家请到内堂配饮，请延续来。
多一万年啊！你再不吃药，夫人要挂彩于我。小姐，还是拿了吧。我穿上吧。不就儿孙矣。儿啦，这副水莲写的是何啊？写得好，是写得好啊！啊，这就是王幼林所写。王幼林，儿啦，你的喜日来了！王幼林。姑妈，王玉玲乃是皇陵之子，表妹乃是天官之女，门不当户不对，怎么可以？婶儿，这婚事是你姑爹当面允婚的，姑妈我心里也喜欢。姑妈，婶儿，你要吩咐到说，你的事姑妈将来会替你做主的。哎呀，姑妈，嗯。哎呀，搿桩喜事嘛，我来了寿堂也听到嘞。哎呀，搿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呢。沈妹夫，我女儿平日的刺绣梳妆都是你教的，要是到了那天大喜之日嘛，你就更加要来帮忙的。这是当我少不了我的了。哎呀，小姐啊，等侬出嫁的那一天啊，我把侬打扮得更加的漂亮呢。儿啦，快回房去吧。沈妹夫，你一定要来的啊！我会来的。哎，最好，哎呀，最好。哈哈哈哈哈哈！哎，顾公子啊，哎呀，弄个面色那个刚难看的啦。沈妹夫，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哎，帮啥个忙？我定要把表妹带回来。顾公子啊，搿桩事体侬可要三思而行的啦。沈妹夫，只要你想一个办法，插上他们夫妻，我送你把你。五十两，顾公子啊，搿丧尽天良的事体，搿也是做勿得个啦。只要此事成功，日后必有重赏。还有重赏？重赏？好。顾公子，扶儿上来。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友表兄请出。嗯，想那顾文友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正会落在这里。啊，有错？问与表兄之面，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女儿，有意中秋一别，曾经场外心疼。这盼月老青梅恩爱空家八岁，那了是非人员年龄零配乱人，我在家大王门去看得心忘却。有做一次聊表现你们都是连情难争，三人从未之间谋牛为梦取胜，李子孙脸色拜拜，脸色拜拜。好气，好气也！王门亲王女名灯，有令神勇子不断的妻子大同，我最能听。
我咋与他去争吵的去是怎样守门的倒不是堂姐顶高我的娘想
他下泪去，我们也回来。啊，可是万里上来，小姐，我去请他去。春仙、啊，小姐，今天是大喜之日，让他多饮几杯。小姐，我还要到婆婆跟前，请我问好奶奶。小姐，那到里面去梳洗梳洗。从阿里人了天，我家那就是平安。包括这个屋头，好像是新三个房间那个春香嘛。春香，春香，春香拜见老夫人。上座，上座。老夫人，讲我何事？春香，老夫人都要问问侬嘞。老夫人问我什么？春香，哪个小姐待姑爷阿好啦？小姐待姑爷们当然好的喽。干嘛，姑爷待小姐嘞？你得小气嘛、啊、这小丫头吞吞吐吐阴阳怪气，到底好还是不好了？老夫人，这是我春香半路之地、哎、要是姑爷得小气啊，可说不上好你、啊、说不上好啊。自从成婚以来，姑爷他外面上过楼呢。什么？外面上过楼啊？听春香话起来，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同房嘛？哎呀，阿玲啊，阿玲，侬真昏子个头子！春香，不过去喊伊出来。哎呀，老夫人，书房里我不去。不去？为啥不去啊？老夫人，你不知道，刚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我还没说上几句话，他都骂起我来了。要是我再去请他，说不定啊，他还要打我呢。哦哟，这小畜生变得噶凶的呀！老夫人自噶去喊。阿丽，阿丽，二拜金母，上座上座。阿丽啊，做娘的都要问问侬嘞，侬来书房里做啥啦？孩儿在书房读书，读书读书读书，么夜里想读，夜里想读啥个书啦？去到新房跟你去。不去。那你为啥不去啦？这孩儿要读书。哦哟，读书读书，读昏子弄个头。去到新房里去。不去。那你是真的不去还是假的不去啊？不去就是不去。哦哟，真的不去。春香，吐得去，再滚。哦哟，这小畜生在了娘个面前还敢凶啊！快快，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春香，老夫人看看侬动手，把我吐得起来。母亲，哎呀，母亲，哎呀，母亲，哎呀，母亲，母亲。
阿丽呀，人家小姑娘是多少个有道理啦，快上去见个礼。是。小姑娘，我阿玲啦是个死老头，不懂道理的。看那婆婆的脸上非常生气哦，早点困觉，阿婆要下去的。先不送，不要送，不要送，不要送。叔叔啊，母亲，儿孙母亲。哎呀，侬把我坐到，这小畜生比我还要跑得快。不错，让我关好这个门。母亲，你关门可不要下手啊！小畜生倒是提醒我的，我偏要下手。今朝小两夫妻总为和睦动战，我老太婆还要下去困觉的。母亲，娘啊！娘亲不知儿辛苦，儿要你命难家去，世事一旦存彩花，你忙两家都进去，是君子弟弟已到京城去，无人做子难猜得。小子一生接得多，不离
是怪我小人理不正，才那不不女人生了你，莫非是春香一女泪从红上，他杀得你官人生怒气，小春香不懂事，以为妻来陪不在。哎呀，姑爷不在，我家小姐怎能问在？他在与不在，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家小姐乃是千金之妻，这一不随，数千岁大气。难道你家小姐死了，让我王玉玲偿命不成吗？
哎呦，小娘不是还没起床，娘们打开这个锁。那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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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年纪轻，看见娘还托难为人嘞。北京不我媳妇都娘上在上在媳妇都娘为啥不多哄一些刚早就起来了你恐怖不呼呼故儿早起我真是我好媳妇了趁下快点休假到里乡去熟悉熟悉啊哎呀，这样子小梁夫妻已经糊涂了子。有请夫人。在这。王先生，啥个事体啦？李先不把求见。参见夫人。原来是李管家来了。李管家今早到来有啥个事体啦？奉我家夫人之命送来寿星一封。哦，有寿星到来。王兴啊，陪李管家到里巷去坐一些。丞相，崔小姐无礼哦。阿林，跑出来！哎母亲，上菜，上菜。婆婆，媳妇都娘上菜上菜，媳妇都娘，那娘有心来了，侬去看看啊。婆婆，事先你该请官人查看啊。到底是上师傅天津进进出出嘛，才有道理的。阿玲啊，那岳母有心来了，侬去看看。母亲，孩儿不要困，不要困。做娘的不能独自纪念个事。侬来了两个人才到八旗嘎子来着，侬不要看，侬不要看，我会叫三五多娘去看的。三五多娘，我阿玲拉发生抬举，侬自家看好了，信上写定啥情况，等我阿婆讲好了啊。心中琵琶踏实，夫人今日乃是媳妇莫有自己。我母亲请官人同去迎接。老太婆可是忙鸡仔了，媳妇多娘阿玲啊，快点稳稳衣裳，坐轿子马上动身。母亲，儿不去。不去？你为啥不去？为啥不去了？儿心中没有孙子。啊，丞相，快去拿咱家孙子！小姐，婆婆，媳妇多娘，读书人啦，一部孙子倒是要紧呀了。老孙子来在。孙子虽好。可惜国子太缺。刚好一部孙子他得来他母分子。你说我错啥？侬不去，侬不去算账，我为他叫媳妇多娘一个人去的。媳妇多娘，我阿玲不去，侬一个人去好了啊。婆婆，既然国人不去，那媳妇我。我也不去娘。媳妇多娘，那娘只有侬一个囡，侬要是不回去，那娘要不放心的。阿婆阻止侬，只管回去，娘家是一百年才回来。对，滚！屋里向有侬当家的，能不得侬阻止？侬不叫伊回去，我偏要叫伊回去。媳妇多娘，我衣裳坐轿子，马上动身，走出当轿。婆婆，起！媳妇多娘，侬起好了啊！哎呀，这就是伪造娘家，放命是有样在心。这，一六。
意，为娘在心上写得明白，要你们夫妻一同前来，为我不计言谢。母亲，果然他与董超好友外文去了，故而他没与来。怎么，他外文去了？果然要我在母亲面前代文请我告辞。哦，儿啦，这倒也难过哎。哎呀，儿啦。你又不急，你怎么飞得独立啊？儿啦，母亲，哎呦，儿啦，我的为娘不好。儿啦，今日回得家来，为娘心中十分高兴，我已陪得去也，你我母女同饮几杯。是，丫鬟款待堂内。儿啦，母亲，这倒不必了，不必。
论是此，那小姐脸上为何如此刁色？小姐小姐，楚的王家名色不变，岂止不管缘故？名色不变，岂止不管？如此啊！儿啦，今日为得下来，人家为娘身边多事几天，一切由为娘来照料，你就好好养些身体。是啊，儿啦。禀夫人小姐，我也差人送来寿信一封。儿啦，像你今朝刚回娘家，云溪怎么就有书信到来？母亲，有女儿擦书。为娘写信一封，叫云溪前来奉旨，也就是了。母亲，母亲，既然官人他有书信到此，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你今日放女儿回去，我该人再来侍奉娘亲。儿啦，像你嫁到王家，这有一缘，难道是这一婆家没与我娘家了？也高
心，给家女为做娘家自己愿。对婴儿啦，你就是三十不三中给应。母亲那步步虽
曾放你回去，你可知道，自从你家到王家，把为娘想的。满月起，我自当送去母女情。谁是你得配丈夫也是何得配为娘人恩是
甚至不得，只怕在王家受了委屈。儿啊！今朝路上辛苦动作，夜里早点困，阿婆要下去再。媳妇说：“哦，不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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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动，坐动，坐动啊！”让我关好这个门。干不干了？你想做啥了？唱一下。唱一下。老夫人，侬那里想做啥了？我要不是小姐。侬要不是小姐啊？那春香，上次那姑爷上楼的辰光，侬还有得了那里向啦？嗯。哦哟哟，春香哎。小姐们有那姑爷不是的呀，侬到我小房间困过去。哎呀，老哎呀，侬去，侬到我家困过。哎呀，侬去。我都为了小两夫妻，为啥不和睦？原来这个毛病出了春香的身上了。哎，让我关好这门。落子的树。哎呀，阿玲啊，阿玲，做娘个辛辛苦苦不能讨这一房媳妇，总望那小两夫妻恩恩爱爱和和睦睦。隔一年，把我老太婆生个儿子，哦哟，我老太婆这个宝子个孙子，对呀对呀对，一对对到上家头。人家困进在，哦哟，王老夫人啊，你手里向抱的是啥人啦？喏，那阿玲个儿子，老太婆个孙子啦。哦哟，王老夫人啊，那个孙子是头皮圆圆，鼻中长圆，我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啦。那，侬个小畜生呐，侬儿子不养吗？侬能帮我？上一个呀，我老太婆是个宝子个暖身，昂、哦、啊昂、哦、啊昂、哦，一昂昂到我家头，人家一困起来，我哟王老夫人啊，你手里向抱的是啥人啦？喏，我阿玲个暖人，老太婆暖身啦。我哟王老夫人啊，你真是好福气啦，媳
定开火盘即死，来年一定保生子。哦哟，哦哟，哦哟，老太婆想抱孙子，想婚子个头子，伊拉小两夫妻还没话么？哪里得来个孙子了？哎呀，哎，我少讲，还是早点困觉去。哎为准娘家去，他儿仍是欲要再见苏金啊喂，我以为他定在娘家，只一送我去可以一封须子将他骗，谁知他愿叫去又愿叫回，导致我留哪里来太难看。媳妇啊媳妇，像你这样真心养花女，王家来，我今日在问我来的路，我人千里下路当妈儿。
见那冤家他身上的伤都当破，他今夜起飞要走人，我啥时叫他冤情，那冤家是不解好意，他犯奸you
今天的人家都不过去人生。还有什么父亲的情谊，我不顾冤家是恩人，
下当我路边啊草，他既这样对待我，我曾凭着勇气他都一笑。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理念不正，还要怪我爹娘养女不教。爹娘啊爹娘，你叫女儿。是郎才女貌就安家，十月龄这一好，他那一好，十月龄貌一好，他才一高。我是口不言真心欢喜，叹这么洞房花烛早日呀到，谁知道我进了王家是颠倒，夫妻是头情义少，我是十娘胎十八载呀，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完呀。
光的他，他他他替你改的。
给的好，上来与我。尚书夫人出口伤人，果然有其女，必有其母啊！小泼妇，我女儿嫁到王家，与我无处，你要外母也不道理。万里道理不难，你去问那其人是君。你尽管当着我面。
爹骂他，非但骂他，当他也无妨。两你也不管。
他愿。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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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夜夜出军马不能敌左右
请把舞。口称八虎，你是何人？王玉林。好一个王玉林，当初只因我爱你才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出家之时，陪敬赵人百人千两，两天三百门，十里红枣，万将你家房屋修缮，这样后台于你，难道连一声岳父都叫不得吗？为官之人亲尝大罪，区区小事，我王玉林宽情得多。但官口出狂言，我女儿有何事做错？你要还我一个道理！还你道理不难，你去把女儿带回家去。带女回家？难道我会养她不过老吗？满三十养老，就是另嫁他人，我王玉林就无异议。你用我写休书出来，待我写了，拿来看。祝你两个人的开口，弄到东东快。你干过？像我女儿乃是藏书千金，岂用你要缺求去，要退就退？请上万请讨离片吧。要是万不请讨离，哈哈，我岂肯与你官休？你死去，快来！子谦，顾峰有表兄亲，做出这等伤风爬俗之事，我岂能容你？快进来！陈家公，我为官之臣，啊，懂得三从四德，岂有过之？在家从父，出家从父，岂有嘞？侬不如当。我的娘，嘎的我王家是越到越离，越贵越急。虽然有十二个事体做错，虽然我王家怕着我王家，忍不着能当，忍不着能杀。就是，哪有个下狗老王？谁会？
子比你们嘞，好得过比这个，好得过比这个。老天呀，保佑金四个比肩，三个不容不容不容。老太婆困困倒是不动的了，陈家公弄着困困困呢。玉玲，我恨这笔迹不同，你唱了陈家全操了。秦氏之家，难道这毕业尊也是假的不成吗？陈仙，难道是你在穿针引线不成？哎呀，老爷冤枉，冤枉啊！你胆子暴露，你老夫人不能胆的，你啥个还我啥个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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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来的啦，母亲，那天花烛之夜，孩儿在望望看，值得的。花烛之夜吗？可是我同陈香两个人呀、啊。哎呀，老夫人，我有三妹夫你。来呀、啊，做那三妹夫到来，包得有福。可敬的老爷。陈妹夫，你可曾失职之女转和这封书信吗？哦，这之女转我认识，是你家小姐的这封信是。哎呀，这封信是不认识，哎，不知情，不知情。大胆陈妹夫，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你怎么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可你不当不造，来呀、啊，与我造罪！啊，慢慢说，慢慢说。我造无造。讲。哎呀，多呀，这都是顾文义公子出的主意呀。正因他看中你家小姐，旧情不成，瓦恩在心，要我推得你家小姐的病就做，他写情诗一封，叫我丢在兴亡之中，又一两王公子杀人，好出山这一对姻缘。
个辰光，这两个王妹浓浓不相，四妹浓浓不刚，今朝一家人家弄得来七颠八倒，弄到来讨娘家啊，来不及噻，母亲，还好回呀，有的回来，母亲。从今以后听娘喊我了啦，起来，多谢母亲。今年是踏笔之年，侬马上去长津观考，拾得一官半职，岳父母面前也好有个交代，媳妇跟前好办个道理。娘叫侬去观考，侬去不啦？母亲，遵命。快点去。母亲。是噻。娘子命中，望我母亲多多照顾。哎呀，有娘来了，用不着侬操心哎。正等迎召，立即动身。是。有无有无大人怕了，thank you。
啊，娘。早已成亲，他还是位千金小姐，我立刻称他一声小姐才是啊！啊，小姐，这厢有礼了。哎呀，我真无辜啊！像我娘亲亲生的公头名长远，他不是长远夫人了吗？我立刻称他一声长远夫人才是啊！啊，夫人，下官这下有礼了。哎呀，夫人，夫人。订婚女儿清良缘，多只为朋友设计言爱你，他家少情子偷牛钻，真心插山我夫妻，害得你我花烛之夜不团圆，金盆托起东爬路，他用情尽弃也枉然，至今日眉目下有文玉丝，我与你夫妻同志这段恩怨，他夫人啊，过去之事莫再提。
果女子下前辈，你要睁开两眼仔细看，你错人兄妹是贫苦女，你错人夫人是离不过。下你下菜下得远，我不该冷言冷语冷嘲弄，还得你痛滚痛扎痛心酸。我往外读书读书读破卷，经历一阵文明文化文根恩怨，至今我回天回日回一晚，王娘子为情为义为家端，当一道不怒不作不争气，从今儿我听我听我听听多思多想多心酸，怪爹娘错许错许错配人，配了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心啊欢，我一人断三断四莫问你，你却是我一儿女无贷款，你不给不生不想不理一切，你为什么梦说梦笑梦又拉转，我只怜受苦受辱受到今害得我可爹可娘可三阿哥，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大娘，你就该去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转转。红棍红的上水端，你的家马太一暖，七言万语去相传，他一定不肯为心酸，吹穿身来大然空，这大家子子做梦官，上主有无老大人红妆，有木起来到底有木秀英儿啊，弟弟你莫记前世莫记为父一相传，仙凡有灵为求你，难为他今生成出心意转，
你看他龙门高挑头盔，是平地城来我心欢，一离开与他夫妻重团圆，曾是皇恩今后光，叫声爹爹听真话，今度离此路多远，家不知是你我小，到娘亲跟你去问问。他定人把婚配，气得弟弟断肠断，此情此景才一日，弟弟你万未替他送终端。去送金玉宝金如宝冠，要我当街腾跃老岳母，当我闺女那么要我。再到那边去，是第一回啦，母亲你便在女儿听娘劝，娘传统媒婆情何断，到如今虽落沙尘愿一命，你亏几梦归呀呗传啊，当母亲应娘相劝，女儿离开的梦光，死而不孝为母啊命啊娘啊娘，难道你结伴之日独放我，苦记得那这女儿为娘家，她比我才娇儿去是才娇多，可记得母亲你那日到王家，她经过岳母我不叫大母啊唤，可记得摆在你娘前，将儿当学做女儿是父的做，女儿受过多少钱，娘啊娘，难道你爹不记怨，因比女儿心肠啊，此事不用你娘多管，他是故我多丈夫而不愿，管他长安远，多长安远。
可守。我们母亲得去相从，媳妇多娘爷娘的喊话不听，我说阿母喊我是更加多会听嘞。多娘我不去倒霉，母亲你去相村，娘子她一定会听的。不去，母亲你当真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啊。明白。母亲不会去相从。站在一边。是。去和尚住，各种事叫严师傅啊，严得媳妇就有好结果。听从婆婆接风官，高明夫人与侬住啊，为病你妈老阿婆。你何必苦苦相劝我？夫妻不私情于比我不明不白受折磨，折磨媳妇从重病，幸亏你婆婆相劝我。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哦。只好顾问你了，阿婆啊阿婆，媳妇侬是一两方正的一个，夫也多来嘛两也多，千错
错，我婆婆待侬做不错。媳妇你今朝夫妻话，我一家团聚是老花花。媳妇侬咋不肯夫妻话？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竹林雨伞是要大人，还等我婆婆要人难做。阿玲是心思说要见面路，我王家后代要端香火，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女子，还做什么婆婆？媳妇啊，侬马得人情几步步，谁下蒙官夫妻哦？我熬过牛与他夫妻哦，不情愿，你如断他公公，你情愿，你如断他公公。夫妻无挂零重的一位太不多，那也起来，哎呀母亲，哎呀母亲，哎呀母亲，母亲，阿玲今朝咱要母亲是的是侬上元会的亲人，二人妻子门生，还在一个亲戚的辛苦上月，等于去向娘子下跪哟。二个妻子门生辛苦上月，老妈要分着帮着。母亲，是母亲，舍不得。母亲，舍不得。哎呀，母亲，你怎么说了？请家去到内堂陪饮，请。罗罗罗，下官是相爷。